要不要帮忙啊 ，Jackson？ 好，穿裤子。那这是游泳的裤子吧？你干嘛？这是裤子怎么穿？要有衣裤子。好，我看。可以脱掉吧？脱掉呀。好的，游泳衣呢？好的，游泳衣。好，再看看。这个是游泳衣吗？这个是吗？是啊，像好好的游泳一样。哇！我是芭蕾。来，我是。来坐着，帮你穿游泳衣好不好？来。还是带手格舞的，而且都不要脱掉。不要脱掉，好，那就穿这个喽，游泳衣哦，游泳衣哦，来，我帮你穿了。然后穿上来，起来，然后手伸进来。爸爸，你是鲨鱼吗？哇，今天是鲨鱼装，吓死所有人！噔噔噔，哇，好厉害！你看看镜子，看你有多威风，快去看镜子。一只大鲨鱼，大鲨鱼出现，快！钢铁侠变身模式。杰克森，你有泳衣吗？是老虎，不会，我长大了。你不喜欢老虎衣啊？老虎衣是4岁，老虎衣，我现在15岁。那你先穿自己的衣服，那你有没有想要穿哪一件？我们先去穿去现场换好不好？走了，在楼下集合啊！我就带条短裤过去，带个背心过去，可以了吧？应该是这个套路，是吧？走了，楠楠。走了。君呐，带着这个小孩和那个小孩上车。好，我们走吧。走哎，晨晨去哪儿？我不想出去。哇。等。你不是给我说，你的故事都是骗人的。下一句。你哭着对我说，童话里都是骗人的。你唱错了，晨晨。你的王子。晨晨，你应该是你哭着对我说，是这样唱的。我这是东北唱法。你哭着对我说，童话里都是骗人的。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，也许你不会懂，从你说爱我以后，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，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，张开双手守护你，你要相信，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。小心，再
游泳课之前，我们要先做一下热身操，活动一下我们的身体，好不好？那我会邀请一个哥哥跟我一起带着宝贝们做操。那我看一下，好，去挑一下。好的，有出去哥哥来。好的，我们先做一下头部运动，好不好？左边绕一圈，对，再绕一圈，再绕第三圈。好，二，动一动。我们要扭屁股啦，对，先往左边来，绕三圈，一，二，三，好，动动。手腕跟脚腕，来，手手先动一动，转一转，哎，好好，转一下手腕，哎，好，后面我们再转转脚丫子，动一动，动一动，动一动，对，好，再动动，好的，做操做好了，接下来要哥哥们进行一个臂力的测试，不用吧。每个哥哥选一个宝贝儿，我们要试一下臂力啊，比拼一下。对，那宝贝们自己去挑一个呗。啊，我跟他是老乡，好的，我跟他。好的，好的，啊。嗯。你们两个好纠结，那个谁谁呢？你们俩就全部给他吧。对，都可以，力量大的没问题。来，坐坐坐坐。妮娜，妮娜来坐这边。哇。好，后面宝贝们双手交叉都在哥哥的手臂上，然后哥哥要用力气把他们抬起来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试一下。好，站起来，掰手腕啊。哎，不是掰手腕，握住。好，这样握住，握住，握紧了。好，来，勾住，握紧了。好，好，一二三，哦，很好，双手交叉握住。好，这样会受伤，好，这样会受伤，这位受伤，我是身高不够啊，可以给我一个板凳吗？可以了，脚离地已经很厉害了。好哦，每个哥哥的力量素质都很好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换衣服，然后我们一起在游泳池集合。我们每次出门，孩子其实都很开心。今天听到游泳，每个孩子都很积极，都很高兴的去准备泳衣啊，然后挑泳帽啊，然后一起到游泳馆。晨晨是，他说他会游泳，他也穿了救生衣，但是他还是很怕，一直在拉扯我的裤子。到后来那个卡林就特别好玩。后来我就有点累，我很困，今天我一直趴在那个泡沫垫上休息，它就一直挂在我的脚上，就像一个小尾巴一样。我当时感觉其实有点温暖的感觉。嗯，我就一开始也在观察，比如说其他的哥哥们跟小朋友相处，然后刚好遇到 Jackson 是比较怕水，所以他特别需要你的时候，那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哥哥，然后你就是会想要用尽全力保护他。好像你看到有时候遇到小孩，你就是会有那个本能被激发出来这样子。豪豪啊，在我背上就是跟他玩了那么多次，但是最后还是成功了。我背着一个孩子，然后仰泳也是他躺在我身上，我就仰泳。我今天心情还是蛮复杂的，就是又想跟大家玩，但是我自己本身怕水，因为我3岁的时候翻船掉进过江里。虽然我会游泳，但是我是一直不怎么愿意去下水的。但是眼目倒向的走到这儿了，必须要下水，不下去太不给面子是吧？我又下去了过后，那哈林，我其实今天一直在水里挺高兴的，我就怕哈林那个伤口出点事儿，因为缝过针的，你比如说只是磕了一条小口子，那结痂了，我觉得沾点水其实还好。
那冯过真的肯定不一样，而且又是脑门症，那要是感染了的话，那后果真的很严重。所以我今天还蛮挣扎的，这个想就是心理斗争，对。但他也肯定又想玩嘛，就是我又制止不了他，但我只能尽量去不让他去投沾到水这样。